有网友发现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字幕字体很好看，没想到竟然是出自张琪之手，真的是字如其人。而节目中四位妻子谢娜、殷彩儿、颖儿和程丽莎的手写体也非常好看，清秀可爱，很有特色。程丽莎的字很遒劲，殷彩儿字体就有点 QQ 的，谢娜的字体很帅气，颖儿的字就跟她人一样美。除了曝光字体，新一期节目妻子们还互诉苦恼，颖儿的烦恼也是很多职场女性的烦恼。颖儿坦言自己生孩子后就没戏拍，谢娜劝她不要着急，你才生完孩子。颖儿却觉得谢娜作为综艺一姐可能感受不到女演员的压力，任何时候你拍一个戏都有可能有别人在抢你的角色。同是演员的殷彩儿却慰道，每个行业都是这样的，不要太在意。颖儿直言说，女演员们之所以不敢结婚生子，就是因为一旦生了孩子之后，形象都会带入到另一个阶段。生孩子之前每部戏我都是女一号，但是我生完孩子，人家跟我说你拍不了了，你不要拍戏了，因为你是妈妈，不是少女了。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娱乐圈还真是个残酷的地方。早前未婚单身的杨蓉还在节目中抱怨，三四十岁的女演员很少有角色可接，实在太不公平了。可只要你手握流量粉丝，还会有许多戏排队找你。你看杨幂，人家也是妈妈，三十加的女演员，戏约一部接一部，说白了还是因为颖儿、杨蓉不够红，